请问你哪一脚在痛？张医师，我是足背上面痛，还有足底前段，还有这里这个关节会肿起来。好，那也就是你这里痛，是还有下面痛，还有这一点痛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一脚是这样。是。好啊，另外一脚呢？另外一脚是问题是一样，只是今天这边没有肿。好，一样哈。好，那我们就以这一脚来讲解一下。他说这里也会肿痛，对不对？那上面如果这里痛，要推拿哪里呢？如果这一片的话，那就很显然，就是要推揉脚踝那个踝骨，这两个就可以把这里解决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他现在还有一个问题，他上面也会痛，下面也会痛。那下面痛要推揉哪里呢？上面。那这个这里也痛，这里也痛，那这里又是影子又是本尊，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吗？那这时候重复在一起的时候可不可以推？可以，对，只要有本尊在的就可以，就不要管影子了。所以等于他要处理哪两个部位呢？一个是脚踝，那因为他是整片在痛，所以也没有说是偏内侧。如果他说我是足背偏内侧痛，那我们就推内侧。如果是足背偏外侧痛，假设这里痛，那我们就推外侧。现在是整片，那只好把脚踝这两侧都推揉。那他这里足底是整面嘛，是，那整面就一定是要每一条都要按开。那至于他刚刚讲的这一点痛，一般尿酸性关节炎很多也是都会这一点痛。那这一点揉哪里呢？揉这一条就好了。尤其尿酸性关节炎，我以前遇到过很多。那西方医学说尿酸性关节炎引起的痛，一般比例虽然不高了，尿酸超过而引起痛的，他们统计是15%-25%，不是每个人尿酸一高就一定会痛。但是不是因为尿酸造成的？我这样整个研究下来的结果，看法就会有不一样。也就是我做过一个研究，只要把这一条筋揉松了，那再叫患者乱吃，让他的尿酸又高起来，这时候他这里会不会痛？就不会再痛了。也就是这里是主要是阴。病伤在前是阴，那个吃东西造成尿酸高是炎。那如果你没有阴，这里处理好了，炎来它也不会造成痛。但是我们医学可能都会说，这是尿酸才造成，不对，应该是说它筋伤了才会这样。那我也做过研究，就是我只要把这里揉了，然后叫它再去吃，即使高起来，我这样统计过好几个，他们即使高起来，已经都不再痛。所以当这里痛，我看很多人尿酸性关节炎这一点，那你就处理这一条就好。所以他的问题其实这一点痛还有足底痛，我们处理这一条还有这几条，他这里就可以解决了。好，那他说两脚约略相似，那我大概他的问题我就解释到这里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位的足底痛实际情形。你这一脚痛哪个部位？张医生，目前的这只脚是这个脚板。这后段这里痛。后段跟中间这段。后段跟中间。那这个很显然的，就符合我们比较接近今天的课，就是刚刚我们讲的，如果后段痛，一定是这一点很痛；那中间痛，一定是痛这一点。这个等一下我可以按给大家看，我们先这样实际稍微按一下给大家看。脚踝内侧是这一个点，这个点如果有痛应该很痛，很痛。所以这一点管理哪里呢？这一段。那你这个痛多久了？这个痛是应该有好几年了。已经好几年了，是吗？对。那这个痛也就是它的内侧这一点是管理这里，那我相信他这里也在痛，那这一点也会痛。我揉给大家看，
这一点是不是很痛？然后下来这一点是不是也在痛？很痛很痛。对，因为它已经痛到中间，所以一般如果只痛这一段，一般痛点不会延伸到这里来。这样大家懂我意思吗？那如果它的痛是痛到旁边这里来，那就要揉前缘了。啊，如果反正你记不得，反正踝骨就这么小，哦，这个半圈而已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样揉到这里，我看超几秒钟，你们就不用记了。就每个来就这样半圈揉一揉，那整个这里整片的就可以揉好了，这个就蛮方便。但是如果做精细，我们就直接这样按。好，你这个我现在就可以做给大家看了。好，这里是不是很痛？很痛。所以刚刚有一个前沿的，它是两段的，所以他们两个做完，足底已经做完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来帮他做。好，这里很痛啊！你这里会不会延伸上来？这一点没有，不会，所以它没有那么严重。有时候足底这里痛的时候，它这个痛会怎么样？延伸上来，但很显然它没有，它是这里很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按上面就不会了，有一点点痛，有一点点，但是它就可以承受。那这个就不是延伸点，它真正痛还是在我说这里，所以有问题的才会那么痛。你看我压上面，它就没有那么痛。即使同样力量，所以他真正痛点就在这里。那你两年了嘛，哈？超过两年。超过两年了，那没有治疗吗？因为他是，你没有踩的话，他没有痛。你不踩在地板上的话，你这样，如果好像我这样放住，他不会觉得痛的。哦，就是要踩到地上。对，踩在地板上那就会痛。是是，所以他这个好不好治疗？好治疗。因为他只有踩那个动作，他不是没有踩都会痛，一直24小时在痛，所以他其实痛了那么多年，也只因为没有找到对的方法而已。好看，我好像看你也没有找方法，反正两年就这样嘛，哈，没有找治疗，所以我看你是，对自己好像。不是很，这个病不是很在乎，是吧？因为还有更痛的地方啊。我还有更痛的地方，所以这个小顾不了这个、啊。哦，所以顾不了这里了。嗯，好，那大概就是那前沿我揉给大家看，你前沿这里痛吗？不会。有没有注意？因为前沿管这里，它这里不会痛，所以它是痛这里，所以它只有痛这里，所以跟我们的诊断完全符合，所以它真正痛就在这里。好。那我这样帮你说完一下，我这样都很痛。对，你这里是你的痛点，所以我们就这样帮你说完一下。但是莫西的脚跟这个拇指会麻痹、啊。拇指麻痹，那拇指我教过就是揉隐状肌，好，那我现在这样处理，你再踏踏地看看，这样是不是比较松？啊，松了很多，不会像有抽痛的那种感觉。对，所以这个就是足底痛。好，那暂时你说你还有什么部位？这里这个就是现在会麻吗？这只脚就是、会麻，正在麻吗？会，好，那个麻是24小时还是有时候麻有时候不麻？只要我莫学一穿鞋子，都会感觉到那个麻痹。哦，那穿鞋子一般容易就是它整个绷紧，哦，那这个就是隐状肌。我看这里痛吗？痛。啊，这里呢？没有这么痛，这里就不会了。所以他的麻应该痛点在这里，这里痛嘛，痛对不对？这里这个是最痛的地方，这里是最痛。对对。好，这样可以接受吗？可以。我甚至用这样的工具。哦，这个地方很痛，很痛。这里很痛。这里就会，这里也是很痛。刚才这点跟这点是最痛。这里就不会了，所以他真正痛点在这里啊，这一段，对不对？这里很痛。好，那你这样有你感觉看看，松了，没有那种刺刺的感觉，没有刺刺。好，那刚刚你说你的足背痛，我们再处理他的足背，他比较麻烦，可能要比较花一点时间。来，您坐着，坐脚。你说这里足背在痛嘛，哈？是的。那让大家看的就是，他要处理的。如果足背，那
后檐要不要处理？后檐就不用，后檐管理的是足底嘛，所以它真正足背的管理的是前檐，所以我们可以省一点事，就是直接按到它的前檐。这里应该，这里会不会痛？会。这里很痛是吧？会。啊，这里呢？更痛。这里痛哈？是。好啊，下檐看看。更痛。下檐我也会痛，这里呢？嗯。这里也会痛。好啊，后檐呢？一点。这里就比较不痛。是的。所以你是从这里开始，对不对？好。嗯。你足底这里会不会痛？中间、啊、有时候也会，也会哈、哦，是，因为按到这里来，它这里管理足底中段，啊，对，那这里会痛嘛哈？会，这里更会哈？会，好，这里比较痛还是这一点比较痛？中间，这里，是吧？这里啊，对对，这里对，哦，这里好。你这样多久了？很久了。也是。有四五年了。哇哦哦，你也是。怎么会拖这么久呢？我觉得是类风湿关节炎。哦，类风湿性关节炎。是。这个容易治疗哎。好。一般在西医是不容易治疗，他们都说这个是免疫系统的问题。但我处理有一个就是吃药23年的，那教他先生这样帮他推，那时候追踪很久，他连续半年已经不吃药，光靠这一套推就可以把整个症状稳定下来。那这样处理好的，应该在我们台湾已经很多个，所以哪里痛你就找我们的开关去帮他按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甚至可以温敷一下。好，就是这个。那你很多关节都在痛了，对不对？是。我听到这个病名哈，我就知道了。那你说这一边也会痛嘛？哈，整个那这个足背，我们再找个角度，这样大家看得到吗？好，这里痛吗？一点点。这样呢？大力。会。大力就会了。是。好，啊，这里呢？痛。中间这里也痛。啊，这里最痛。这里最痛。啊，是。啊。那你痛起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对啊，你痛那么久。我学有吃类固醇，吃了3年。哦，是哦。那现在还在吃吗？哦，停了。停了。啊，现在不吃药了，不吃了，通通不吃。是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对啊，不吃药啊，但是还会，不是还会痛吗？不管它了。啊，是。是啊，哦。有，因为有原始点。哦，因为有原始点。哦，好好好。我相信你的想法是正确的，真的肯做，这个绝对可以处理得好。是。好，你现在哈，我揉这两点完哈，你这里感觉看看，这里有没有比较松一点？足背。足背。哎，足背的部分。有。足背有哈。好，那现在因为足底我还没有处理，足底这里是不是还不舒服？这里下面。还有一点点肿刺。我知道，一点点。那足底的问题就是一定要揉这里，这里是不是痛？很痛。很痛啊、哦。上面比较不会。好，这里是不是痛？啊，中间最痛、哦。这里最痛，好，我就帮你揉中间。这里痛吗？会酸。这里也酸。这里酸是吗？是。好。啊，这里呢？会。这里也酸。好。这里呢？哎，不会。这里就不会了。是。大拇指这边最痛。这里最痛。是。是，
你刚刚讲的这里也会痛是你吗？是吧？是。哦，所以这一点痛跟这一条有关系，所以这一条最痛、哦、是吧？对。所以对。所以这一点痛哈、哦，这里旁边你一定要揉开。好。好，那这里我再帮你揉一下。好，你再看看足底这样踩看看，这样有没有比较松？不痛了。不痛了。是。所以类风湿性关节炎确实可以用这样处理就不痛，不用再靠吃药了。好。